相声大会啊，节目一场接着一场，好节目精彩不断。刚才这个说的就挺好，这节目叫舞台轶事。对，逗哏的叫张鹤军，捧哏的呢姓赵，叫赵楠，哎，就是我们师爷。对，这个鹤军老师啊，是我们的师哥。哎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，都知道。人家是鹤子科的师哥啊。捧哏这位老师呢，值得介绍一下。嗯，姓赵，叫赵楠呀。对，哎，他这个跟咱们的身份都不一样，有区别。不光是辈分高啊，什么呢？他呀。他是名门之后啊，您说一说，他的父亲就是传统的相声行业的优秀从业人员，哪一位？赵楠的父亲马志存先生呢，在这个太幽默了，太幽默了，人家叫赵楠，他爸不叫马志存吗？黄宗民，黄宗民像话吗？赵伟洲啊，更不至于。人家他姓赵，他爸也得姓赵，也得姓赵，哎，赵振铎，赵世忠。想当初红遍京城的二赵组合，特别的有名气。逗哏的叫赵振铎，捧哏的叫赵世忠。二赵，这个赵楠老师呢，就是赵振铎和赵世忠的儿子。那可就 CP 了，别老 C 了，对不对？您说清楚，跟赵振铎没有关系，跟不跟赵世忠有点关系，有点关系。哎，这个赵楠老师是赵世忠的公子。对，二闺女。哎，现在呢也在德云社说相声。哎，人家属于什么呢？提携后辈。对，家有一老啊，如有一宝。这话说得好。赵楠老师就是如同是我们德云三队的老祖宗一样。他是老宝。哎，老有一批老宝贝儿了。老宝，哎，个老宝贝儿。阎王爷妈饭团。哎，这老宝贝儿，哎，老鬼啊。人家在后台呢，真的，谁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，你都得跟人家请教。对，包括这个相声的发展历程啊，技巧手法啊，没事儿在后台，一帮孩子疯着人家，哎，跟人学习，给赵老师沏壶茶，应该的，往沙发一坐，哎，孩子们过去请教问题，是，怎么回事这是？不是，这是请教问题吗？这个有时候也聊急眼了，别打人，让二位下去稍作休息啊，给我们哥俩换上来啊。陪您各位聊会儿天儿，是。您对我们有认识的，就有不太了解的，难免的。允许我们呢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，说一下。张九龄、王九龙，哎哎，谢谢。我们是德云社年轻的演员啊，没有什么名气。对，站在这个台上呢，但是得给您卖膀的力气。哎，这个叫艺德呀。有好多观众啊，对咱们这个行业都有误解。什么误解呀？没事，我收到过私信。哦，啊，收到私信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呀，没有什么从业要求。嗯，是不是现在德云社说相声，有一个抖音，看点段子就能说相声了？是吗？是啊。哎，对。说对了。后来就把人拉黑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快手嘛，快手。哎，就是没有这么简单。哎，咱们小时候也得练功啊，都得学习。各位您都想不到什么呀，也挺苦的。小时候被灌口，是是不是枯燥？什么叫报菜名啊？这就不少了，是吧？什么叫报菜名啊？是俩报菜名。什么叫满报菜名啊？对不对？吃成孙悦。哎，净报菜名都得练啊。怎么练呢？怎么练？有的朋友您可能知道，嗯，演员台上总普及，对，练这个贯口之前呀， 在这个脸，就是嘴的正前方啊，拿一张餐巾纸啊，面巾纸，哎，对，面巾纸，干嘛呀？放在这个用嘴对着这个面巾纸背啊，好比说把纸往那一放，哦，蒸羊羔，哎，蒸熊啊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白鸭、烧雉鸡、烧子鹅，就对着纸就背。嗯，怎么算练成的呢？那您说，背个40分钟、1小时，嚯，这纸上啊，一个唾沫星子都没有，这下还有功夫，这就算练成了。所以干净。那么说没练成是什么样呢？嗯，背了30分钟，这纸改湿纸巾了。好家伙，按行话叫什么呢？嗯，喷壶嘴。哎，我们很忌讳这个，就是往嘴里往外喷唾沫星子啊。其实这一点呢。后排的观众还好一点，什么意思呀？您那离咱远呀？哦，看不清楚。前排观众受不了了啊！前排票还贵是吧？走，坐下去啊！哎呀，瞧这贯口啊，背的多卖力，背的好。一会儿他喘气的时候，咱得鼓掌。对，背的真好啊！哎，你别完了。
个俩的，哎，给个机会。激动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咱有个容忍之量，别着急。哎呦，哎，这您听，都背到红丸子那儿了。红丸子，这么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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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，咱走吧。干嘛呀？局部地区有雨。不像话，那就叫业务不过关呀。那就甭干了，下回人打把伞还听受得重的。有听件带伞的吗？哎，人那儿蝙蝠茶啊，蝙蝠花茶是。一场节目三个小时，啊、一次水都没续，都给喷满了。哎，这种演员呀，就是基本功就不过关，不扎实，绝对不能上台。嗯，还有刚才的节目叫舞台议事啊。哦，刚才那个台上出现错误是难免的。对，但是演员呢，不能以拿这个为自己的啊演出风格、演出状态，还是得好好的演出。太对，我们那个行业呀，也有从业要求。咱们吗？最起码来说，嗯，嘴里不能有毛病。哎，嘴里可得干净啊。哎，你像什么咬舌、见舌、大舌、虎舌这个嘛，对不对？这种人啊，说不了相声，就当下去了。而且来说呢，嘴里边不能有方言。哦，方言，方言土语都不能有。是啊，这一点呢，咱们这儿尤其严重。哦，因为中国幅员辽阔，哎，比较广，哪儿跟哪儿的方言土语都不太一样。是吗？咱们可以举个小例子，举个例子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就拿这个对人的称呼来说，哦，称谓，在这儿。嗯，北京，北京市里，嗯，我姓张，排行老二。对，在市里怎么叫孙子？自杀式的，后边怎么办？爱怎么对那个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，爽啊我！骨盆啊，我刚上来，我滚哪儿去我？不聊这个了啊！啊，不聊这个，别我聊聊。姓张排行老二啊，在北京市里呢叫张二啊，都这么叫张二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。哦，不是都这么叫，是由打这儿您奔东走，往东到了通州，哦，土桥一带啊，土桥一带，您说这儿干嘛？哎，到了土桥，嗯，不一样，到土桥怎么样？把排行放在前面，哦，都是反过来叫。张二到了通州，啊，就是二的张，哎，有点意思啊，是有。咱俩来一个，我都排行老二，都是老二。好比说我姓张啊，你叫我什么？我叫您，哎，二张哎，哎，哦，你看我爱听。对，一般呀，我也爱叫。好比说我姓詹姆斯啊，二詹姆斯，哎，詹姆斯还去通州呢是吧？我爱听啊，对，我爱叫。好比说，咱来一个大家都见的，姓李，哦，二李，哎，啊，我爱听，我爱叫。好比说我姓舒，哦，二舒哎，哎。我爱听，我不爱叫。那不爱叫，我能爱叫吗？不爱叫，像话吗？上来就开始占便宜，你占便宜啊？占便宜。说什么呢？二叔。哎。有姓舒的吗？没有姓舒的，谁姓舒啊？舒淇。你说舒淇那是女的，男的有舒淇的吧？我怕他们睡着了，这个黑家伙把你黑坏了。啊，舒淇他爸不是？您说舒淇他爸各位都不认识，因为姓舒各位都了解，比较有名气的姓舒的老舍，谁？老舍，老舍，老舍姓老，文化绝对是有家族病啊！行，算了，不说这个，对不起啊，替我给家里道个歉啊。老舍本名姓舒，叫舒庆春，真的假的？还有姓舒的呢？谁呀？舒东坡。别卖萌行吗？苏东坡，苏东坡，还苏东坡呢？苏东坡一点没有情调，没有情调。苏东坡，你看十分恶心，我跟你说。十分恶心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我家里边就跟放南极似的。老舍、舒庆春，真的假的？作家舒乙，哦，舒乙是他儿子呢。舒服，哦，舒服，这不是人，这是一种感觉，这是。哦，男的有姓舒的是吧？太有了，太好了啊！我看，哎哎，谁是你朋友？叫我一会儿。学生被哑巴呀你？叫您一回。甭废话，我也是占回便宜吧。我要让你高兴，来吧，来吧，让我开心。二王呗，哎，我爱听。叫二。
就二李哎哎，我爱听，我爱叫，就二张伟哎，我爱听，我爱叫，就我就二刘哎哎，我爱听，就就就二四哎哎，我爱听，二周伟哎，我爱听，就就。这个通州的介绍完了，像话吗？尖叫啊！没答应吗？就最后那个，来中文的话，来来来，二王哎哎，我爱听；二李哎哎，我爱听；二刘哎哎，我爱听；二沈哎。我是怎么改性别了？都是你这二说都改二婶了，我不是这没有占您便宜的意思。对，您还要怎么占我便宜？让您简简单单的呢，就感觉出来咱们这儿跟这个通州的人的称呼就不太一样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别的呀。您要说从这儿再往远处走，也没说多远啊。那到了天津，嘿，到了天津卫，对人的称呼又不一样了啊。有什么改变？尊称啊。但是骂人我就不觉得，骂人我就不觉得。哎，不会，人的尊称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？哇，到天津这么客气。哎，姓张叫张爷，姓王张爷，叫张爷，姓王叫王爷。天津话说比我多好。当然了，各位，必须得是对男性哦，不能过于李奶奶又李爷。李爷不在，李爷没了是吗？哎，回答起来呢，跟北京就特别的不一样啊。怎么回答呀？哎呀，回答显得天津人风趣幽默，是啊，一长串的爷。嚯，你瞧这有点意思啊！您还不知道吗？我太了解了，您是天津一姓府的人。我谁呀？我们怎么又搬家了？我，你甭管是哪，我们市中心，我们都是。哎，跟北京这边话，我们家属于市中心了，知道吧？本身在市中心了。回答起来，您小时候街面上应该见过啊，一长串的爷。咱俩学一回，承认一回。咱俩光说没用。王爷，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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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。这是天津的说唱歌手。是说唱是海河有嘻哈。海河有嘻哈。像话。哎，那这个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啊，大家都比较赶时间。对，早起那个上班族正上班呢，谁停下来？爷爷爷爷爷爷。简单点儿也 OK、啊、怎么简单？三个也很礼貌。三个，王爷，爷爷爷，多好，不耽误人时间，一个也行，就一个，王爷，爷，哎，别着急，有一个有仨，不还有两个？他会让你们玩痛快的。要说俩就不行。什么？两个就不行？嗯，我觉得呀，就喜欢你这劲儿，我也喜欢你这劲儿。俩才好呢，为什么呀？可以表演一回吗？俩才好呢。哎呀，还有意外收获，来一回啊！王爷，玩玩。原来北京啊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哪来都有，哎，哪儿跟哪儿啊，人的称呼都不一样。这个呢，也算是方言的魅力。对，但是研究这个呀，咱都属于外行。嗯，最应该研究什么呢？什么呀？我最应该研究北京话。哦，您是北京人？北京人吗？哪里呀、啊？你不管哪儿的。他这地儿也老多呀。说不清楚，是弯过去。哦，说不清楚。哎，您讲一讲、嗯，北京人说话有几个特点？什么特点？懒。北京人都懒、啊、说话嘴里犯懒、哦、嘴里头懒，哎，老跟那个嘴里含着元宵似的，乌龙乌鸠说不清楚。您得说你吧，好多北京这个相声演员 啊他都有这个毛病。是，您看德云社逗哏的有几个北京人呢？对不对？哎，真是，哎，人捧哏的没词儿，懒就得捧哏了。您嘴里含着元宵也能捧哏，略略略，你知北京人没有逗哏的，他岁岁月捧哏都什么样？哎，特别的懒，懒体现在哪儿啊？哪一是说话他老跟含着东西似的不清楚。二一个呢啊，吃字儿，吃字儿，
吃字儿。哦哦，比如说从咱这儿奔北走，往北两站地，嗯，叫天安门。啊，天安门，这是地标建筑。嗯，天安门三个字是知道吗？什么？普通话。对呀，北京话不说天安门，北京怎么说呀？天安门。天安门。哦，中间这个字儿容易给省略了。天安门，天安门，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说话就吃字儿。嗯，比如说那个考考你好吗？你也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自行车，什么？自行车啊，自行车，这听得清楚。中间就吃了。自行车，对对对，德云社。这我必须听得特别清楚。德云社，对对，不是他。这样冒犯了。那个，胸炒鸡蛋，胸炒鸡蛋，胸炒鸡蛋，太厉害了，这个胸炒鸡蛋，这是一道素菜还是道荤菜？胸炒鸡蛋啊，胸炒鸡蛋啊，哎，嗯嗯嗯、大河卵，大河卵，大河卵是什么呀？是大河卵肚腩。哇，这个嘴也太满了吧！大家好，我是鹿晗，大河卵。对对对，有这么聊天的吗？各位，有北京来的朋友，有外府的朋友啊，我用这个。我小时候啊，接触到胡同里那个老北京话呀，我给您来一个情景短句。什么短句？假设一个情景，哎，一条窄胡同。哦，北京胡同多呀。对，有那个新手司机啊，侧方停车，倒车倒不进去。北京老大爷提笼架鸟给他指挥倒车。嗯，您仔细听，北京话、北京味儿、北京口头语、俏皮话，什么都有。太好了，学一学。这么热闹。北京人热心肠，您学学。您这提笼架鸟，本来没有他的事儿啊，提笼架鸟没有他的事儿。哎，一看倒进去，您学学。哎呦喂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具体的含义。哦，先来个梗。哦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北京人，怎么茬儿，兄弟？怎么茬儿？怎么意思啊？倒不进去是不是？是啊。别着急啊，啊，我给你指挥。哦，他来了。自我介绍一下。不错。大伙儿我。闲工夫录完啊，这没有通告给指挥倒车，这是怎么着？为别大伙儿管，就北京老大爷。给你指挥啊！哦，别着急呀、啊，我是老司机了。老司机了，我过手的姑娘都不是。倒，挂倒的啊！倒车都不把倒的，挂倒的啊！挂倒的啊！哎，啊，怀挡上。哦，怀挡。分直豆。哦，对。怀挡上。挂怀挡倒挡。哦，你不冷雨刷气干嘛你？不有毛病你？有点毛病。你把这窗户摇上，别让你降下来。这也别开车行不行？倒，往右打轮。哎，咱们走慢慢的啊，慢回轮啊，倒。我给你看着呢啊，没有关系。倒，别倒了，兄弟。哦，这后边一大石墩子没看见吗？非得撞上。别倒了，别倒了。左边那是踩刹车，别倒了，停！来，飘了，你说你在台上骂街呀？这是怎么骂街了？我举报他，我跟你说，像我鸟峰，你台上骂街呀？你我给人指挥倒车，我骂你们的车，你倒车你也别骂人家，他再笨你也别骂人家呀。骂你以后装孙子，你刚就骂街了，你我说说什么呢？我到，我没准后边，别玩那雨刮器，后边停，别撞上，再后边就是。你让玩车滑了，我跟你说，抓不住还。你这就是骂街。哎呀，这是怕你撞上石墩子，老太太对你不住。你这是骂街呀？你是说的什么？说什么呢？别撞上。什么呀？阿门。中了吧？阿门，阿门。这是祝福的意思吗？你说的是这个是吧？啊，祝福。
行行行，那我也祝您。我咋不当官了官了？别闹啊别闹啊！别误会了啊，麻烦你了。我祝福他，大大的。不用祝福，不用祝福。哎，你看没有，这就是方言的魅力。这是方言，哎，哪儿跟哪儿的方言的，其实都不太一样。中国呢，特别的幅员辽阔。是。同样的一句话呀，它不同位置的人说起来，它的用的字的数量啊，啰嗦的程度都不一样。你这我听明白了。因为我给你演个情景喜剧吧。你怎么这么爱演喜剧？给你演个小短剧。哎，拍电影。这地儿在北京哦，有一个四合院。东边这屋呢住着一哥哥，西边那屋呢住着一兄弟，哥俩半夜呀、啊、这兄弟起来呢上厕所、这门呀咣当一声让这哥哥听见了啊，老北京人对话能啰嗦死谁，学学吧，您学呀，来来这门咣当一声哥哥听见了，老北京什么习惯来着啊，什么习惯，看判词哦，哎呦哥、还是那位谁呀、啊、这是、黑京半夜出来也不言一声吓人一跳，门咣当一下子，咱这院是进了贼了，怎么着？这是这么长一句呢？你兄弟起来上厕所，要不叫解释吧？那兄弟，嗨，是我您的哥哥，踏实睡您的吧，咱这院进不了贼，放心吧您啊，我明儿我起来上厕所，要不叫我就回去，有什么事明儿早上咱再聊吧您呢。啊，也够长的，还没说完呢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这要是上厕所尿泡尿，也得配上点衣服。这要是刮风下雨的，感冒发烧了，扣奖金、扣工资、上不了班，你还难受。你说你多亏呀，兄弟。碎嘴子。是哥，我这披着衣服呢，我不聊了，要尿裤子了，对不起。快去吧，比较啰嗦。这逼急还能祝福他哥哥？逼急还能祝福他哥哥？哎，你看没，这就是说什么呀？老北京话很啰嗦。这要是新北京人说话很简单啊啊，这四句话是六个字啊，搞定哦，一句话四个字，哎哎，怎么说呀？门咣当一下子、四个字啊，您学学，谁呀这是？哦，谁呀这是？我呀您呐？对，干嘛去呀？上趟厕所。哎，您别说，新北京人说话确实简单，很简单，哎，简练多了，不是最简单的啊。不是最简单的哪儿啊？这个山东的朋友说，山东人简单，怎么说？四句话十二个字，哦，一句话才仨字，一句话仨字啊！这样门咣当一声，哥哥听见就仨字，您学学，解释 C， 哎，解释 C， 解释我是上哪儿去？上便所。山东人说确实简单，不是最简单的，我说不对，哎，不是最简单的，那还是哪儿？东北关外的朋友说话简单，东北人四句话八个字，一句话才俩字，谁呀、啊？我要干啥嘛？尿尿呢？这是锦州的，哎，锦州的尿啊！东北四句话四个字，一句话一个字，门咣当一声一个字啊！谁我抓鸟啊？咱这回啊，谁都别抢。河南人说话最简单，还有更简单的，什么人？一个字都不用啊！聋哑人。啊啊